难不成他妈的我被偷偷给淘汰了？应该不至于啊，应该是你在造谣吧？我都没有消息，我在群里面待着呢。我的发呀！这野兽一级是真狠，主要我被偷袭了，加上我没有害过，打不过很正常的。这玩意儿一级二级都比我强势，压力有点大。这波不能抓，我得吃线。你抓他的话，我很受伤的。哇，这边可以吗？你可以就行。这波我确实有点没办法。我这波过不去，过去了经验亏太多了。我感觉永恩超级有问题啊，他这波一v一的话他完全有机会赢的，这永恩应该心思放在我这里了，他觉得我可能在他可能一打二有点没信心。我感觉这永恩一v一应该打得过陈大师，这波先要干进去，不跟他消耗的话有点困难。来个贼呢，哇 A 的好凶啊，这英雄到底在凶什么？先买鞋子吧，你没技能就别打了啊，我有点难。还行，助攻加人头，舒服的人。但他好像不好跑啊，我这波线是小赚，小赚一波线，吃两个兵溜了算了。再吃一个，可以了，撤吧。先搞个生命值吧，没有眼，买个真眼。情况就只能推线，跟他换血压力太大了。哇，这是真有点看不懂，这样吃塔皮的太狂了。尴尬的经典预判，预判不到也是减速，减速到也杀了，其实这外面冒吹的，但预判到了比较显目，比较帅，
预言不到减速到期他也把他杀了，所以这种时候我放的不是因为我会预判，因为我他妈的没有失误的机会了，能懂不？是我没有失误的空间了，这波已经是满中之满的操作，把对面的下一步都算到了，只是一个帅，但这波确实是比较实用的操作。先走不假鞋吧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波买不买不假鞋，只能买个进食加个生命值，那样经济是出不满，可能还不如就买这个算了。下我把这针眼做了，买八七五会好一点。进食的装备吧，打永恩其实收益不是很高，感觉不如八七五。伤害是否有点夸张？逃是逃不掉的，兄弟，你没有鞋子呀。阿古尼当했습니다。哼，你还他妈的，别的不说，你眼还挺多的啊，眼挺多的。钢神伟大。没办法，都打信号了，那肯定得给他呀。信号都打了，那不给个面子咋行呢？这盲僧挺奇怪的，那眼还挺多的，交这么多眼，真的不浪费钱吗？他这个能秒放呀，确实没有办法。这货推进太快了，这货推进的速度快的简直不像人样。这玩意肯定比鸭子推进还快，估计差不多，这速度根本回不了家。我今天心情好吗？今天心情正常吗？看着心情好吗？那直播总不能每天愁眉苦脸的来播吧？我一般都是玩到后半夜心情才不好，这前面 没怎么被恶心，当然还好，后半夜被搞几下不舒服，可能要被抓。为什么我跟个挂似的？哇哦，你挺秀的，确实有被你秀到，但是没有关系。这英雄确实蛮秀的。不过被越吧，应该不会。卡皮亚居然吃我两层，我一层都没吃。这版本剑姬的对线能力确实有点堪忧啊，卡皮吃不到的。
적을 처치했어. 不回头吃这一口血，感觉还真要死。还好我临危不惧，临危不乱，不然肯定要烂。还有 TP 吗？没印象，没印象就是没有。我记得跟我一样一块踢的，我记得是跟我一块踢的。老是记不对面上，老是不记对面 TP 的时间，我玩游戏不愿意记。这个重伤刀出的我觉得没有任何意义，不然你们会不会出？我感觉出了装备没有什么卵用。重伤刀一般是给那些什么英雄出的？给那些狼狗啊、吸血鬼啊这种东西出的。像这种只有卑微的装备吸血的英雄不是很需要出，一般都要出小反甲，所以出不了小反甲的英雄没必要出重伤刀。很准，会预判我走位呢。他回家破败一出，我应该不好打，但是也没啥区别。这部队友送的有点大呀，好会送啊！这部队友，这时候动手了，这大刀没必要省，因为你也不知道塔伤害有多高，你要省的话被塔打死得不偿失呀。哎，没办法。防御塔要打死我，我也不敢赌。奥温来了，你来干嘛了？只要你来了。 AD 呢？都喜欢来抓我分裂灯是吧？为什么武器好扭，永恒不好扭？哎，有些东西你不亲自去玩，你是不知道的。好不好扭，当你去玩了你就知道了。英雄特性机制操作摆在这里，很多英雄的操作机制它就是好扭，它操作的时候还可以分心去走位。永恩也好扭 W 啊，只是这永恩比较菜而已。正义 W 0.75 秒钟，只要你不是一些后摇比较严重的英雄，他都能扭。像剑魔 QE 都能扭，你知道吗？连剑魔的 QE 永恩那个剑帝都中不了。很多英雄只要后摇不明显，他都是可以躲的。不是你他妈还偷上了哪一种 ？What the fuck？
是你凭什么？给你脸呢？你们这么贼的？这是我的东西，凭什么你偷啊？好像没我啥事了，也够了。这不Nico开的很好，Nico这玩意儿加卡莎容错率很高的。瞎子玩的还挺秀的。一般我回 Q 一般不可能中，他一般要中也是，一般要中也是往右边 Q， 不被按预判中，回 Q 一般不太可能中，没有视野就好，有视野我不敢上。够得到人吗？这有眼，打不了。我是能决定进退的，我可以小装一下。还行吧，给下的总比给维努斯好，可以接受了。加的吃我头效果一般般啊，维鲁斯有点爆炸呀，维鲁斯进攻有点狠，这么爆吗？乖乖有点狠啊，损伤成分比较高啊，但是我好像除了死亡之物没什么好做的。死亡之物有爆发能力，扛爆发能力还可以。现在进行不好出混沌的代谢，版本已经不一样了。混沌的代谢永远只能给正面压力，而且你自己也不会想着打他的。正面之外，只要一炸了，你带也带不动。以前破裂者他之所以能出，是因为没削弱之前那个强度够用，基本上出了稳定一打二一打三。现在出了好像有点一打二一打三，比以前难得不少。那就没必要出了，或者说看局势再出，有的局势只是个蓝带，那你就可以出，就你必须要带线的局可以出，不用带线的局都可以不用出。现在是维努斯比较怕控制，没有控制搞不定的，还好这把有妮可加上山羊的大招，那就爆了，这有点打不过了。永恩的强度有点夸张，我先偷他一套，把大招逼出来。他还不敢惹我，够了，我跟这种玩意自爆大招赚得很。没用啊，兄弟，已经被淘汰了。大龙吧，下面只能给了。
可以吗？也可以吧，需要我需要这个死亡柱，不然我中一般。对，我在下路吃镜吃的很爽。他大镜是要出啥？出无尽吗？这家伙确实也只能这么玩，打是打不赢我的。我得等死亡柱，然后再出一个影魔刀之类的。破败无尽，那这永恩伤害高的有点不成样。卖了吧，我队友都跟的，对吧？队友过来没死一点点。我去，开玩笑的强度。还行，这泥火。不过居然被爆了，这几刀几刀砍的，根本就应对不了啊。闪现怎么放呢？闪现虽然有，但不好放呀。被按住了，不好放。主要第一时间两个奥恩大刀分不清哪个是我们的了，搞不懂。这波借口有点多。撤了。我第一时间鉴定不出三项的，你刚放出来的，刚放出来是吧？兄弟，你受苦了。不是你为什么要大招呀？大刀捏在手里，我真的没搞懂。对吗？저게업체계를파괴했습니다这我也抢不过别人，我好像抢龙只能会让大门掉下来，不能抢。忘了抢红 buff 的话，能不能先出个触点魔抗啥？魔抗太低了。应该得卖了 AD 装逼了，没办法，我冒死也带不动这个上诺亚塔，你们再上带不动。
너희들이 노력할 때 난 이루어내거든. 他都不敢放大呀，等我放大了，有点让自己罚站的意思，不想放。想逃啊？好吧，你逃吧。盾都给你干爆了，猛塞一把，一三二六，